庙观平吼，会使讲非常的侪秀安尼吼，会做侪人来摕咱的月亮做主题安尼吼。月亮我问你啊，月亮我听我讲啊，月亮代表我的心啊，做侪做侪安尼啦，真正要讲啊，真正会讲袂出来，但是要很好一大片嘞安尼吼，也真的非常的棒安尼啦吼。是，咱的月亮当写出一个人的心声安尼吼，咱的人月上爱你，吼，这嘛是吼，对，比较较怀念的老歌，是啊。所以咱的乐乐人吼，要安排吼，咱头一首好听的歌曲。月娘，我问你，来非常好听的一首吼，非常柔，柔情，这条嘛袂使讲算轻快，系啊，这条算较舒服，比较柔一点，听起来感觉足舒服的歌，是啊是啊，我爱这条歌嘛，是因为伊的迄落歌曲，真的，真的就是非常听起来非常的。非常舒服安尼啦，哦，我办啦足少诶，啊，你过我都无机会通唱。我领阿兵，你今仔哪兵？我领弟啊，我领弟啊，我领阿弟啊。啊，你今仔兵咧？哦，真诶吗？诶，哦是哦，我看我心情啦，哦，我心情那迄落咧好诶时阵，就恁支持安尼。真诶哦，真诶，啊那咧无好，就会小可甲你，会唱袂歹，会泪扑扑安尼，会心慌火倒，你知无？对。来吼，咱咧乐乐吼安排咱好听诶歌曲啦吼，啊，会当讲吼伫咱诶艺界，咱即嘛算咱的艺界，虽然咱不是讲伫咱的像咱的电视店迄种艺人，是，但是咱身为咱舞台上也是吼，咱的也咱算咱压台的艺人安尼啦，算野台的艺人安尼啦吼。要伫咱的压台吼生存吼，我算是真正无简单安尼啦吼。你要有三大要点，你敢知影？第一个爱体格好，像咱乐乐安尼吼，幼的身材，好咯，幼的体格安尼。对，这是体格好。第二个是啥物？你敢知？歌声爱赞，歌声爱赞。这点咱乐乐吼，原来是有甲咱可以认同的，可以认同的啦。对，歌声嘛非常的赞。第三啥物？你敢知？就是面膜啊，爱水啊，对哇！你若叫一个面膜啊无水啊，体格足好个，安尼人嘛是感觉讲，咱第一印象就是讲啊，遐无水啊，特别去看到你的体格安尼，地位讲你是迄落无，超级波大个吼，挤出来都露奶迄种个吼，遐都让太阳印象深刻。对，但是吼嘛无一定讲吼爱内大大就是体格好，我感觉有阵时爱平均就好，对啊，袂使讲对对，啊无你若像遐腰做细安尼足大，遐嘛足奇怪了，对，真正遐嘛足奇怪嘞，我遐行路拢爱往前。是嘞，会啊，真嘞哦，会较重啊，哎，敢若这两粒的迄落重量都唔知几斤啊嘞，对啊，所以哦，台湾的袂要紧，对啊，都唔知几斤重啊啦，对，无你当作我讲啥物，啊，我讲这两粒的迄落重量都唔知几斤重啊，对，啊，咱的乐乐吼真的吼非常的均匀，面膜嘛非常的水，花香嘛非常的赞，重点体格都非常的好安尼啦吼，啊，相信哦，像安尼吼，今仔有要表现者无？表现者无？有要表现者无？我唔知哦，无要紧哦，等下再请教一下安尼啦吼。啊，咱乐乐吼，正好安排咱头一首吼非常好听的歌曲，来月娘，我问你，来，那么赶紧介绍第二首安排好听的歌曲哦。好，原因。好，来好听的歌曲哦，吼，来原因，来，现在乐乐来给咱做安排。
比我唔知你咧比是啥。管另外吼，载歌载舞，搁安排咱嘻哈上到流行吼，咱的钢管辣妹秀吼，跟你再。